是可晴，下马的朋友注意听喽。今年是本命年，同时候也是太岁相刑年，所以是非可能会特别多，尽量要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争吵啦，以免自己会吃亏哦。同时候今年也要请大家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跟安全，要慎防可能会有血光之灾哦。那在这一边呢，就给大家一个温馨小提醒，就是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多用敬语，就礼貌一些，可能就可以避免争吵的发生了。那我可卿呢，就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马年里面可以身体健康，时时刻刻保持一颗平安喜乐的心，恭喜发财。